真的我爱死他了啦，布袋戏，因为我还要传承到以后，然后让这个布袋戏的生命一直在走啊，到或许哪一天不在了，还是经过几百年，布袋戏还是有，这是比较重要的。世事如棋，乾坤莫测，巧尽英雄。有八音才子之称的布袋戏配音大师黄文泽，去年底曾因心肌梗塞住院开刀，身体状况欠佳的他，十二号经传病逝，享受66岁。啊，但是您无感觉我今麦有较瘦吗？有吧，有吧，有吧，对吧？无瘦才有奇怪，因为呢，我今麦加一个外号，八音才子，后边佫加一个，甲董事长黄千华。定价齐驱的，伊是司机师哈，十司机师，我是十车师，哦，还师足侪足侪。霹雳国际多媒体13号发出声明，证实离世消息。家属谨遵前副董事长黄文泽先生生前遗愿，后事处理从简。黄文泽的哥哥，公司董事长黄强华亲笔题词悼念，藏头正是“八音才子”四个字。半生半生一半生。宛如转刀是转心，脑中心思装满贯，想啊父母半边亲。戏的偶哈，因为他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哈，你给他名字，好不？哦，他叫苏婉珍，啊，你再给他声音，再给他整个世界，啊，他就有意义。我是不是有精神分裂？我是不知道了哈。录到最后，我就觉得，我。进入了每一个角色的中间，我就要像他，布袋戏就这么好玩。黄文泽身为黄海岱布袋戏家族的第三代成员，是布袋戏大师黄俊雄的次子，和哥哥黄强华共同创立霹雳国际多媒体公司。因为声线多变，30年来诠释超过4000多个角色，获封八音才子美誉。他们说4000-5000个，然后我没有去算了，我只知道说。霹雳系列里面的角色全部都算了，包括路人甲、路人乙都是，还有包括那个婴儿，还有有时候还会学一些动物的叫声。我今年我特地的付出爱情。你的胸不归身，不欢不久，有母下作，天地难容，天有后，好。常常是这样，当一个人你进入那个情绪以后，你就不能自由自主，你讲的话，你一定进入了，这个事情好像就发生了，那你讲就自然就会换泪。我问星红旗的星辉无名的。今年的贺岁片《素还真》是他最后一作，该配音工作长达10个月，曾经忙到3天3夜没睡觉。电影也一举入围台北电影节4大奖，是有史以来入围最多项的偶动画。其中杰出技术奖肯定的就是他的声音演出，可惜还未等到7月9号奖项揭晓，五宝大师已离开人世。我跟董事长从前是不太喜欢演布袋戏，讲实在的。那时候小时候觉得演布袋戏很辛苦，那到后来感觉上说布袋戏这种东西是一种文化，而且是一种家业，我越来越喜欢它嘛。我跟董事长是因为这些的契合，所以才走向同一条路了。本来就是这样子，兄弟嘛，他了解我也了解他嘛，他的剧本谁都演不好了，只有我可以演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霹雳布袋戏30多年来都是由我一人配音，所以说嘛，一架车已经走30多年，总是要来保养一下，让他休息一下。感谢各位亲爱的观众，多年来对霹雳布袋戏的支持，不免一下，苏婉珍可以一人三话，黄文泽一个而已，所以呢，我懂。我都情形下
迄不要紧，我会当用我心中心必将彼个法宝啊，来制作吼非常非常精彩的布置予恁看。半身半性又半身，转如转到是转形，能用心思做万贯，这个文武半边天。苏焕金啊，今仔回来啊！一条生出乡。